了解大自然中很有意思的七十二候会对你很有帮助，也会给你许多启示。古人将二十四节气中的每个节气都分别划分为三候，这样一算总共有七十二候，每一候大约五天长短。那么所谓候呢，就是大自然显现出来的征兆现象。眼下已经交入立冬五天了，立冬初后也就是第一后，这五天即将过去。元代吴承撰写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关于立冬初后这样描述道：初后，水始冰，水面初凝，未至于坚也。意思是说，从立冬开始之后的头五天，也就是初后，水已经开始结冰了，水面因寒气所致也开始凝结为薄冰，但尚未形成坚硬的厚冰。前几天立冬之际，北京大雪纷飞。唐代王维诗云：阁有风惊竹，开门雪满山，其意境宛若画屏，如在眼前。